今天晚上在这个西关桥头上呢，牛市前面个这个羊七宝，哎呀，尝尝它这个味啥样。哎呀，后面院儿加进鸡。这也蛮正的。哎呀，我问你，嘿，这是啥？地锅鸡。哎呀，太好。哎呀，这是肉烤的，人家滋滋冒油。好，当里边用的。哎呀，羊排。这带上暖和，哎，啊，不暖和。哎呦，这多暖和不？哎呦，哟，这不是老黑猪啊？哎呀，猪啊，这不是？哟哟哟，哎呦，猪来了，猪！啊，快坐进猪。哎呦，你看俺这一桌人慢点呢。咋的老黑我给他的光哎呀，你这豆腐不知道高没高？来哥，还是4多度，还是这样，我得这凉水的。不是，我问那个这个油，4来度。我记了3度了，就一点3就没喝。